光明县的情况你也知道，背水一战，这房子都快塌了。放心，给他们讨个公道。说这些，半年附近。官越大，你就越忙呀。就怕我什么事都做不好，饮鸩止渴。干事情越多，犯错几率就越大，就越容易被问责呀。问心无愧。5%的硬骨头，我们用95%的劲力把它砍下。我不打官司，我将把光明当成自己的家乡来建设。我姓梅，是这个县的书记。